三个演员给您说了一个，这个节目呢叫《训徒》，也是一个传统的段子，高小贝、侯小楼、杨胖子说这个节目啊，姓杨的杨克通，大家很熟悉，抖音达人啊，活跃在抖音上，活泼可爱，在我们这担任什么呢？叫主任，对，杨主任，我喊他十二年主任，打2009年他就是主任。具体是哪儿的主任咱也不知道，是吧？而每年招生啊都是他负责，尽心尽力，不容易，大胖子300多吨，是吧？有这么重的300多斤往台上一站，就这分量，各位朋友你就值得给他鼓鼓掌。对，因为什么呢？这样的演员就很少见。你看过去有很多老先生身材也很胖，演一段就歇一个礼拜，知道吗？他缓不过来，像我们杨先生在天津演一段就歇俩礼拜才能有。我还不如他呢。这个杨先生大家可能比较熟悉，尤其是天津的朋友对杨先生很了解。过去呢跟那个杨毅老师啊在一块合作，杨毅杨俊明嘛，对，黄金搭档。杨先生不光相声说得好，还能搞创作。写了很多优秀的作品，全国也拿过奖。什么于宝林金像奖啊？于宝林，侯宝林，侯宝林，我没拿过，咱俩说的吧？别瞎说。侯宝林金像奖获得者，原来参加那个大红鹰杯相声大赛，相声大赛一等奖的获得者，拿过一回。杨进明先生啊，但是我就想问问您吧，像您这样的演员得了一等奖，拿了金像奖，挣了好多钱呢。啊，那倒是。挣完钱之后，您这钱都打算怎么花呀？怎么花？现在这年代买房子。哦，买套房。对了，买完房子呢？娶个媳妇儿。怎么回事啊？娶完媳妇儿啊，又买一套房。你这人家怎么又买一套房？你不有房子吗？我爱房子，管着吗？愿意买。哦，那原来那套呢？原来那套我租出去。还是不是吧？租出去。这咱就明白了，等于您呢有钱之后呢又买了一套新房，对，然后又娶了媳妇儿。对，谁娶的媳妇儿啊？我原来有媳妇儿，我租出去了吗？谁租出去了？你房子租出去了。哦，我以为都一块儿去了呢。您这个人呢有钱之后就知道买房子租房子啊，这样没有什么发展。对，你看现在得完一等奖这20来年呢，影响力逐渐下降，差点儿。一方面是岁数大了，再一方面根儿在哪儿您知道吗？根本不知道。您这个名字起得不好啊。我名字有什么不好听？那杨进明啊，多难听啊。这名字有什么难听？杨明这俩字多上口啊。啊，进，你这个进字它挡啊。进它挡什么挡？山穷水尽的尽，悬梁自尽的尽，投河自尽的尽，孤独自尽。行，哪个尽呢？哪个尽啊？我是前进的进，出来进去的进。哪个进？出来进去的进。那更坏了。嗯，你要想出名，还得先进去一回。谁？你不是进去了？没两句话我进去了。反正这岁数你也别改名字了，功成名就。杨先生，今天您看不出来，已经84岁了。谁八十？虽然长得乱七八糟。谁八十？哪是八十？他们说小着呢。73，都在那坎儿上，是不是？您呢？高寿？高寿？还没有高寿，70。你看70岁的老先生，来，大家给掌声。别，你别停。这是什么意思呢？大家呀，给您这个掌声，祝愿您健康长寿，对吧？老先生70岁了，属什么呢？属兔啊。这老兔子，那个不是这个老兔子，属兔的老演员，那是对吧？倒着说啊，70来岁了，属兔，身体健康，还行啊。这样的老先生，希望您有时间您就来啊。因为什么呢？听一天少一天的，快死了是怎么的？你看您怎么这要求？你老往那儿说的。年轻演员他也不能听一天多一天啊，是不是啊？任何人都是听一天少一天。你跟这说领导给多安排一场。哎，希望大家呢多欣赏欣赏您的艺术。好的，谢谢。对吧？啊，他打小的时候他就学相声。对，不光相声，什么这个快板啊，什么那京东大鼓啊，什么他都喜欢，艺不压身都研究过。啊，他很小的时候就喜欢研究艺术。对，
对啊，你想他学相声那年才这么大，谁呀、啊？我哪能这么大？这么大？那时候你不小吗？小也没那么小。说您小的时候，学相声时候，你那个，你那鼻子这么大，鼻子。对，那是吧？反正就是很小的时候，您就接触相声，对对，接触快板啊、京东大鼓啊、山东快书啊，都学习过。啊，年头多一点啊。那个时候他年轻时候在哪儿演出的？净在花园里演出。花园啊，公园里头啊，有些有街坊邻居，有认识不认识的，反正就都看。对，也不要钱啊。因为什么？那时候上剧场演出啊，条件不允许。你再往前说呀，解放前。你找剧场都没有啊！我们叫什么呢？叫撂地演出。对，没有剧场，对吧？就相当于马路边围上一群人在里边就说相声，说完了呢找您要钱。您觉得好的您多给点，觉得不好的呢您扭头您就走。是，没有保障。现在你有这么好的剧场，你外边下雨也好啊，打雷也好，坐在屋里头呢不用顾虑。嗯啊，冬天不冷，夏天不热，冬暖夏凉，金棚素窗，是不是？还有意思，过去都是撂土地演出，刮风减半，下雨全无，这老话嘛啊，什么意思呢？比如说听着相声了，突然一刮大风，观众最少走一半，嗯，一下大雨更要命了，怎么呼啦全走，也没人了啊。那说雨停了，雨停了也不能跑回八里地给你送钱来，那不可能啊。一到刮风一下雨，艺人的收入就算完了，那就完了。你说有那个剧场进剧场演出还能好一点吧？嗯，也分哪儿的剧场啊？北京天桥、天津三不管也有那个小剧场。那剧场演出啊也乱，嗯，乱极了。嗯、啊，先说这个门口啊，嗯、这个售票就乱、嗯。怎么乱呢？现在您说的大麦啊，对吧？每到周五上午十点、啊、打开大麦，一看，哟，没了。没了，就是抢特别快，快，一票难求，是吧？你不管怎么说吧，他有这个途径，网上卖票。对，倒退几年呢，是售票口现场卖票。我说那个解放前后那个剧场里头啊，都没有这个宣传，没有这，没有广告。嗯，怎么办呢？就门口搁个人嚷嚷，这嚷嚷这喊就是宣传了。哦，哎，人嚷嚷特别花手，也做广告，都这么嚷嚷，是吧？哎，看戏吧，看戏吧，有南角，有昆角，有文戏，有武戏呀、啊，两毛一位，两毛一位，真刀真枪都擦遍遍，磨粉都玩了命了。什么花两毛钱看看玩命的？嗯，闲着没事啊，两毛钱，老大您受累，两毛钱，我看会玩命的。你他这词儿就这么吆喝的、嗯，真刀真枪玩了命的，什么意思呢？吸引大家。进了剧场之后，嗯，也是特别乱啊。剧场里边有带座的，有找人的，有卖东西的。嗯，现在您要点小吃，一扫码啊，人家给您送来了啊，省事，比较安静。对，过去不是，啊，过去做小买卖的就在剧场里边来回串啊，溜达。他也不是剧场里的人啊，就是外边做买卖的，到剧场里边做买卖。他能嘴能不吆喝吗？这喊呢，能不闲着吗？啊，又带座的，找人的，卖节目单的，卖饽饽点心，刮骨梨桃的，全乎极了，热闹，都这样。里边全座，对，里边瞧座，带座的，带座，里边全座，跟我来您呢，给这续点水啊，这添八个碗啊。哎，薄荷凉糖，瓜子烟卷嘞，面包点心，哎，看包嘞，看包嘞，当天的戏单哟，二婶儿，我怎么在这儿呢？这太乱了，乱不乱？就这么乱呢？坐那之后您听戏吧。嗯，估计啊，开场戏没人听啊。怎么了？俩人坐那聊天。哦，啊，聊天聊起来。哟，二婶啊，嗯，你怎么这点儿才来呀、啊？嗯，啊，可不是嘛，我老头子死了，要不然我早就来了。您看这个天儿还是不错的，嗯，那享晴博日的，嗯，挺好的天儿。说着说着，这怎么掉点儿了？下雨了？怎么下雨了？嗯。哎，楼上呢？你们那孩子又撒尿了。您说一会儿这观众就打起来，那可不是不是啊、嗯？楼上跟楼下，楼上孩子撒尿了，尿、嗯、楼下孩子老太太一脑袋、嗯，能不打起来吗？有时候楼上那个，现在这楼上您抬头看看，它都有这个护楼板啊、嗯，你甭管什么材料的，它东西不往下掉。对，过去没有，嗯，都是一根一根的栏杆，什么东西二楼老往一楼掉。啊，为什么他坐那边上那票子都稍微他便宜点呢？嗯，
老有风险这东西。我说过去啊，你要掉个节目单啊，掉条手绢，掉个毛巾呢、啊，这也没什么关系啊。掉俩暖壶，楼下就开了，是不是？一会儿就打起来，太危险。您说就这么乱的戏，就这么个差的环境，嗯、想看看玩命的吧，还不见得看得上。怎么了？为什么呢？有时候憋着两毛钱，嗯，看会儿玩命的吧。到这一看呢，嗯，售票处关了。啊、门口戳着一牌子，怎么了？写着四个字，嗯，今日堂会，改了。哎，堂会戏是什么意思呢？就是演员呢不在这剧场演了，嗯、堂会戏呀、啊、是到别人家里边唱去，嗯，那就更乱了，嗯、啊，就得花钱赔谱、嗯。山东济南过去有个大军阀，叫韩复榘，嗯，听说过吗？听过。韩复榘给他爸，哎，给他爸爸办生日，啊、嗯，请的堂会戏。都是名角名家荟萃，戏码不错，嗯、啊，戏码挺好。头一出戏啊，嗯、过寿图，拜寿的、哎。二一出啊、嗯，是这个玉杯亭大团圆，吉祥、嗯。第三出更好了，嗯、千里走单骑，过五关斩六将。这个不戏好不好？好啊，大家都鼓掌欢迎。寿下老不爱听了，啊、嗯，就是韩复榘他爸爸啊，坐在第二排正中间那儿、嗯，一边看一边撇嘴。嗯，瞧这模样，他看不懂。哦，一会儿正台上嚷嚷。嗯，别唱了，别唱了，别唱了，还都上后边去。啊，把您那管事儿的叫来。演员呢，一听不唱了，赶紧的别唱了。嗯，稀里呼噜全奔后台了。对、嗯、呀，管事儿的赶紧过来了。嗯，哎呦，老天爷，您是什么吩咐啊？我问问你。台上唱的那什么戏？什么戏？台上那现在唱的是那个红净戏呀、啊。嗯。千里走单骑，过五关斩六将。啊。那个红脸的是谁呀、啊？关公啊。红脸的是关公。啊。关云长。啊。关，他是哪的人呀、啊？关公是山西人，家住山西涿州解良县。啊。八三名，姓张名飞。不听那个。那个聋子考试时候我都挺会的。关公是哪里人？山西人。山西人为嘛到我们山东来杀人呢？这不抬杠吗？有我儿子的命令不？嗯。你知道他是谁的人吗？谁呀？他是阎锡山的队伍。这都哪跟哪？我们山东也有英雄好汉，你为嘛不唱呢？嗯。我们山东有好汉秦琼、秦叔宝，对，为嘛不唱呢？嗯，哟，老太爷，我们不知道您喜欢听什么戏，那这样吧，请您点戏吧。点戏，我问问您，嗯，是这个关公的本事大呀，还是那个秦琼的本事大呢？啊，那什么，老太爷，他们俩呀，他们俩大概没比过，没、嗯、比过，没比过。今天这个机会太好了，嗯，让他们比一比。来个关公战秦琼，哪有这戏呀、啊？这不是胡闹吗？啊、嗯，关公是哪朝的？秦琼是哪朝的？对，中间差着好几百年呢，那能打得到一块儿吗？嗯，这管事的能说吗？老太爷，您不懂戏，您不懂历史，您点这戏不可能发生，您就是一本本，能说这个？谁敢说这个？不能说呀，嗯，只能找自己毛病。嗯，老太爷，您点这戏他。他没有，那不是这戏没有，嗯，他我们这个演员他可能不会，只能说不会不会。妈，我点的戏你们敢不会呀、啊？嗯，哎，那行了，那就全别唱了，都不唱了，也全别走了，嗯，我不管饭了，饿你们三天，看你们会不会。好嘛，管事的吓坏了，饿三天，你这饿半年也不会啊，受不了啊，这要饿死几个，这玩意儿怎么办呢？那什么，老太爷，您先消消气儿，您先别着急，我上后头，我问问他们去，我问问他们去。啊，商量商量。到后边跟演员一商量，各位老板呐，咱这戏唱砸了。嗯。啊，这个寿星老不愿意听，不愿意听没关系，他爱听什么，咱给他唱什么。啊，是，点下戏来了，点的是这个关公战秦琼。嗯。你们谁敢唱啊？怎么着，你吃饱了撑的，撑糊涂了。关公是哪朝的？秦琼是哪朝的？那唱了好几百年的，那能站得到一块儿吗？对，是啊，我也是这么说的。那老太爷说呀，要不唱就全别唱，饿三天不管饭吃，看咱们会不会？饿三天，饿半年也没这戏。哥，咱俩翻的一样。
他我也这么说的呀，那得唱，后台就乱套了。那可不嘛，这时候刚才唱关公那个，站起来了，不，大伙别乱，不关公战秦琼吗？他不瞎点吗？瞎点说明他不懂，他胡点，咱就给他胡唱啊。我还来关公，差一秦琼，还秦琼，谁来秦琼？谁敢来？还是得现编词儿啊。你看那后台那演员，有那玩指甲的，脚指甲的，给别人脚指甲的，这指甲都那么长啊，就怕发现有人，就别人看见，都不愿意。我点了啊，刘备，刘备，大哥，刘备来这秦琼，刘备说我没来过秦琼，不弄这买卖，我们懂这个，甭来这个，你就来秦琼，秦琼。还不能啊，按照这个秦琼卖马这么个扮相。哦，因为秦琼比较有名的戏，大家知道秦琼卖马啊，对，那是秦琼比较倒霉的时候。嗯，得给他扮成大元帅啊，扎硬靠雪蟒，带帅的盔，按照瓦岗寨大元帅这么个扮相，那扮上也不行，那我就没词儿啊。没词儿，我给你出主意，出主意，你来一个做账点将，点将之后呢，然后呢，我上之后呢，咱俩碰面就开打。你把我打跑了，这就算完了啊！哎，我冲着乐队一努嘴，一吹尾声，咱就结束，这个好不好？关公战秦琼，这是秦琼赢，关公败，这就算行了啊？那行吗？我这一点准主意都没有了。那没问题，就办上就上，那也得来给秦琼办好了戏。嗯，家伙点一打，那就上吧，上吧，那也得上啊，演吧。秦琼硬着头皮啊，愣来的。哎呦啊！正官呢，儿郎虎豹，君威浩，地动山的摇摇，我把狼烟扫。真好，哎，后边干点将，坐上诗现编这不像话啊！大将生来胆气好，要横清水引领刀。这是明朝的词儿，我本唐朝一名将，不知因何打汉那朝，本帅姓秦名琼，字世宝，混世魔王驾前为臣，官拜天下都招讨兵马大元帅之职。今日已奉了魔王谕旨，大战汉将关羽，军师们起兵前马。一家堂鼓下场了，该谁了呢？该关羽上场了。关羽啊，一手拿着青龙偃月刀，一手托着靠拍子，家伙点儿叫水底鱼，扛起扛不雷起雷起一起扛不雷起雷起一起仓，哎。关云长不知为了何事，秦琼犯我边境，众军士迎敌者，开战。秦琼又出场了，秦琼出场摆开双锏，关云长一横大刀，干嘛不是？谁看谁都别扭，那可不吗？从来没在台上见过。那也得说词儿 啊！关云长一看，你是何人？唐将秦琼，你呢？汉将关云，为何前来打仗？这我他妈哪知道啊！这玩意儿，别问了就啊，没法说，就打不就完了吗？对呀、啊，你问我不能不愿意啊！秦琼都编不出词儿来呀、啊，他，哎。他这一挨呀、啊，是演员心里边生气，心说这都哪儿的事儿啊？是。但是这一挨可坏了。嗯，京剧戏台上有规矩，
这一挨呀叫叫板起唱。哦，打鼓的一听，哟呵，胆子不小啊，还敢唱呢啊！你敢叫板，我这敢下毽子，唱不来谁唱来谁来唱。拉胡子一听，哟呵，还有我的事儿呢啊！噔儿噔儿楞儿里边楞儿，胡琴响了，胡琴响了就得唱啊，那可不，没词儿啊，嗯，那怎么办？现编词儿啊，那也得唱啊。啊，他是这么编的啊。我在唐朝，你在汉，咱俩打仗就为哪般？听了，叫你打来你就打，你要不打，他一指那老头，他不管饭。谢谢各位亲爱的友友们啊，这个抖音来着，抖音来这个节目叫关公战秦琼，哎，又叫秦琼战关公，又叫关秦斗，说什么叫这个唐汉争？这个节目呢，相声大师侯宝林先生代表作。侯宝林先生不是外人，就是我们后台有个演员叫侯震呢，就是侯震他爷爷。啊，侯震呢是侯宝林大师的孙子，是啊，这孙子有点意思。侯孙子他是在我们这儿呢，侯震呢，侯震，侯震，侯震，你别看他在舞台上不说相声啊，嗯，侯震是个主持，嗯，跟您不一样，嗯，您是方丈，我俩和尚。对，这侯震的主持风格呢，就是悲媚脆，是吧？跟这个梅花大鼓的风格一样。侯震主任，您听不太清楚是吧？侯震老师别的方面有优点啊，开车开得好啊，这有技术。侯震咱们大家都知道，因为什么呢？侯震呢常年给郭先生开车，啊，没出过事故，对，没撞过下力。您可以，您可以查去，我们这有几位撞下力的。侯震打拿本那天呢，没出过事儿，那分儿每年都是满分儿。真的，百公里无事故，说的就是侯震，你知道吗？什么叫百公里无事故？就是说什么呢？他每一百公里都没出过事儿，出一百年，侯震也出不了。侯震指挥人倒车也很好，有的人呢不会倒车，会往前开，会拐弯，停车入库要亲命了，啊，挺大的空档啊，八辆车都能停进去，他愣进不去，啊，得急死谁呀？啊，驾校也没好。让侯震看见，行了，侯震，听我的，您那太笨，太废物了啊！我就听我指挥吧，窗户摇下来，你看你这人，你开天窗干嘛呀？是不是？窗户下边这窗户，哎，你不用四个人都下来，是不是？你就把你旁边的，哎，好，听我的啊，听我指挥，听我指挥，听着这么念，听我指挥啊，听着了啊，听着啊。上左边打死懂吗？就是蹬不动了，就叫打死了啊！打死，左边打死，倒车倒，别往前上啊，是不是？把左边打死，哎，倒，压我脚了，上！这还是不是？压脚了都啊！您那劲儿太大，你们去哪那么快呀？倒，反正侯震先生啊。得让人尊敬，嗯，啊，我们杨先生跟侯震啊其实关系很近，对吧？杨先生的师傅是侯耀文先生，啊，是没错吧？没错，哎，他跟郭德纲先生呢这算一奶同胞，这同门师兄弟，意思不是一个意思，哪个意思？你看他七十岁了，郭先生五十来岁，差二十岁，人家也算师兄弟，对，这是我们相声行啊特殊的一个规定，对，不论岁数，只要是这一个师傅的徒弟都算亲师兄弟儿，啊，杨先生呢跟侯先生呢也没少演出，对不对？侯耀文呐，石富宽呐，铁路文工团嘛，铁路文工团，加上杨进明，他们经常一块演，是啊，还有好多相声名家，嗯，您不都跟他们一块演过吗？两位，施胜杰，哎，对，一块同台演过吗？有过，施胜杰呀，侯耀文啊，常宝华呀，跟他演过的呀。你好像这些人都没了，不是这意思，我要这意思我也快了，是不是？不是这意思。我就说您说下去都不在数，这都是我崇拜的老先生，我就爱听他们，爱听侯先生，爱听侯先生没了，爱听施胜杰，施胜杰没了，爱听常宝华，常宝华拜拜了，爱听杨进明。
这儿不是显示片，别什么变化，别搁一块儿，不搁一块儿。反正杨先生呢还是不错的，身体素质也很好，还可以，没有多少要命的病，是吧？干嘛呀？放我？不是，这就表扬您呐。这还表扬呢？体格好啊，杨先生体格好，您知道怎么来的吗？说说。练出来的。啊，那对。一方面呢是锻炼身体，一方面呢练气练声，对吧？每天是海河边每天跳完海河，跳不是那个六海河边六完之后呢，他得喊嗓子，喊啊啊啊，咦咦咦，阿姨，喊嗓子，喊嗓子练声。那杨先生，你别看他长得乱七八糟的啊，什么叫乱七八糟的？就是这脸上也有很多的沧桑，是吧？岁数大了，但你仍然是新人。谁就是说他能歌善舞，能歌善舞啊，什么这个过去电影插曲呀、啊，他都行。还行，大伙儿挺欢迎的，你是不是给大伙儿唱一个？咱家乡了，观众这么热情，是吧？啊，就是，啊，责无旁，责无旁贷，责无旁贷，好吧？我今天唱一个，我唱一段外国歌曲，唱哪儿？外国歌曲，您还会唱外国歌曲？大伙儿给您掌声。外语说得好，您上外边去，出国，您这全诗多少道儿看见了？外语说得好。外语说的别太好了，也跟他们说一回。对，外语话，我今天唱了，大家可能有印象啊。印度电影。您去过泰国吗？泰国，啊、当然去了。泰国，去啊，泰国。那因为前几年为什么去泰国？泰国嘛，人家不懂外语，复查去。去，学习去。哦，泰国话不说您会？哎，那当然，泰国在咱们中国问问去、啊，咱们见面打招呼是吗？打招呼就哦，然后就招呼，就你好。哦，你好！在中国见面打招呼叫你好，多生分。在泰国不叫你好，泰国叫萨瓦迪卡。我看过这电影，泰囧里头，萨瓦迪卡。萨瓦迪卡，你好。在中国称先生、女士、小姐，泰国先生不叫先生，叫屁。不是泰国话管先生叫什么？叫屁，叫屁。语言逻辑也不一样。什么逻辑？在这跟人家说，是吧？高先生。对。在泰国不跟您叫高先生，管我叫先生放在前面，姓氏放在后面。泰国怎么跟您一称呼叫屁高？哦，姓高，高先生叫屁高。对喽。要是王先生呢？屁王。李先生屁李。赵先生屁赵。古先生屁股。你这人就不文明。所以从国外回来，我把外文加强学习。哦，把外文大致分为两种。哪两种啊？古代文和近代文。古代文。古代文包括希腊拉丁、希伯来文、梵文这么四种。近代文包括德文、英文、日文、法文。哟，还真不少。所以从国外回来，我的外语有很大进步啊。知道这叫什么吗？这不叫话筒吗？好，中国人叫话。对。外文不叫话筒。外文管这叫没什么。大概是外国醉鬼。你再说叫什么？麦克风，麦克风。我发音不正确，后面第四个牙缝往外一崩，麦克风。钢笔，钢笔叫 pen， 铅笔叫 pencil， 书叫 book， 后加 s， 很多的书叫 books， 还是一是 one， 二是 two， 三是 three， 四是 four， 二人分手公的白天问问好 how do you do， 好，还真有点意思。来是看是去是够，点头 yes， 摇头 no。还有，哎，外国话说得好，所以有外国歌曲唱。哎，我们想听外国歌。外国歌，我给大家唱一首，大家可能有印象，有一部印度电影，嚯、大篷车里头那个主题曲。哎呦，够老的了啊！对呀、啊，大篷车。我给大家呢，也唱个大篷车。哎，太好了。不是您给我帮忙？哎呦，我还得帮忙呢。他在里头啊，因为这个印度，这个民族是载歌载舞，能歌善舞，对吧？对，咱也不让你跳舞，那我不伴舞。再说您给我开汽车会吗？开汽车会，衬托一点那个动作。哦，有点动作。大篷车那个，对对。哎，折好俩方向盘，你看，就是扶着方向盘，这当中有一个滴滴滴，哪儿滴滴？就是那个。前面不是有高音吗？啊前面六嗓子，不知道带没带？哦，你给我带了呀！前天我可不知哪滴滴啊！啊，叫滴滴，就是，哎，试试啊！哦，嘿，你听这嗓子跟小吊铃似的。现在不都是哦，他都数这个电波啊，对，我驴嗓子，你不是小吊铃吗？
那那个就在过天，对，滴滴有一个滴滴，哎，我给您给讲讲，给那个一努嘴我就滴滴，行吧，来吧，到时候试试，哎，来，嘿。好了，太厉害了。